2015年的时候，大哥买了块劳力士国米圈啊，手表用了8年，现在拿出来卖，居然还能赚钱。所以买劳无技巧，全靠买得早。劳力士的保值率是有多么的高啊！卖表是吧？对。什么表啊？国米圈。对。附件带了没有？没有，只有盒子了。其他东西我找不到。找不到了。我不知道去哪儿了。打开我找一下呗，万一夹在下面或者后面。应该是没有。哎呀，这个盒子伊拉克真是储藏不好。哎呀，这个盒子怎么破掉了？在后面看到吧？没有没有，我找过了，我在后面看过了，还有表结我也找不到了，我不知道哪去了。哎呀，这个可惜了。因为我手细。1234567890，少了2节表结。对对对。啊，然后呢，保修卡没有了。这个是一个亮扣的，2013年以后的表。2013年以后是亮扣，年份是对得上啊，但它是个单表，验一下吧。先看一下真盘啊，像这种表，我们拿在手上就知道是真的，这个分量啊，包括它的手感，一摸就知道是 OK 的。买过来到现在从来没做过保养，这里都堆积起来了。平时主要戴那个，戴 Apple Watch。你们这边开多少？我就想，反正这样吧，就戴一个吧。但是最后一步我还要开个盖，上开盖器啊。哎呦，这个真的从来没有开过，没事的，正常的。好，掉泥了，你看到吧？这个。哦呦，我啊，要做保养了，大哥，赶紧做吧。我想着我就一直没戴了。OK OK， 我们看机芯啊，非常完美啊，3186的。这个不可能的。对，蓝油丝。好 ，OK， 给它装回去。登记好再给大哥安排款项，尾款已经过去了。我再看一下啊。看一下短信，感谢大哥的支持啊！包拿。好的，好，好，再见啊，大哥。